研究数据指出，女性认为在几岁的时候最能够散发出性感与自信，同时也是性欲高峰期。A 22岁 ，B 28岁 ，C 33岁。C 吧。请锁定。笑什么？没有，我很想讲，我每个岁数都是。我会认为是28。啊，你认为28？孙生，我也觉得28。28那么震惊啊！惊什么东西？东西啊、没有，你想想那个会吸毒的年纪是什么？你知道他说什么吗？他说30如狼，40如虎，50蹲地能吸土，60吞人不吐骨。是不是越来越厉害？请揭晓。